各位，同大家分享一篇咧狗屁不通嘅文章，唔系文章，一大堆字啊！呢一篇嘢咧，真系可以话就系完全咧系逻辑错乱。咁啊，同大家睇一睇啊！咁啊，佢又话咧，中华文化嘅未来发展唔会脱离圣经讲义嘅系统。哇！我哋要入去圣经，即系要信耶稣啦吓，这个先会有生命力。厲害，點可以攞啲咁嘅結論咧？咁樣啊，咁啊睇下佢講乜？佢就話咧，中國人如果選擇對抗，即係如果唔肯咧，就係順從喺猶太人喺混沌時代思想佔位由上而下嘅精神統治啦。我如果唔肯接受呢樣嘢嘅話咧，咁啊我哋咧就永遠選擇對抗啦，遲早就要面對基督教文化中圣经权威的挑战。哇，老实说，这句说话如果说在一二百年前，仍然有些人会信，说在今天，似乎，先提了先，然后我先说我的评论。跟着呢，就中间那些，他说西方上层建筑是犹太、天主、基督、东正教啊，即係西方嘅如來佛祖啊，識講如來佛祖啊 ，OK， 咁咧就再加上一啲啟蒙嘅哲學家，乒乒乓乓咁一大堆啊，哇！中國如雷貫耳嘅名字沒有，係係冇啊！但其實咧，西方皆反叛嘅異類孫猴子。以上全部加起嚟，構成咗現代西方文明嘅根服武器。中國領導人追隨馬克思，其實就係咧克格爾再向前一步，咪西方系統中嘅一部分。繼續，我睇完曬先同大家一齊講。咁啊，就超過2000年前嘅舊約，同埋2000年前受寫好咗嘅新約系統的完整，哇！構思之神物，各邊自有精彩交互呼應，完全冇早期嘅混沌，完全不像人嘅作為。我同阿 Jason 讀緊聖經，我冇辦法接受呢句説話。宽宏广大的系统，古今中外独此一家，哇，犀利啊，冇第二个嘅，而且有统治力，无可辩驳的说服力。最后佢话，中华文明的未来发展唔会脱离圣经讲义嘅系统，咁先会有生命力。嗱，唔同大家慢慢读落去啊，有兴趣自己慢慢打開嚟睇，笑下。我先講講聖經先啊。嗱，我哋而家同阿 Jason 咧，就大家知我有個讀聖經啦，就暫時係讀到去出埃及記啊。咁啊，嗰個創世記全部讀曬啦。喺創世記入邊咧，我哋發現咧就係一章同第二章之間咧就完全矛盾嘅，所以唔可以話完全原轉性。你話有冇可以駁嘅能力？唔使搏啊！佢自己本身內在已經好多矛盾，唔使搏。佢係完全係亂曬大龍噶嚇。呢個第一，第二咧就係咧，如果真係有個神嘅話咧，呢個神係奇怪啦，創造一個咧，哇咁大嘅宇宙，淨係關心喺地球上面一小一個嘅物種叫做人。我真係啊，呢個神好奇怪，嗰個興趣太特別。另外我哋睇到佢哋所講嘅神咧，就係咧得一招嘅啫。嗰招就係咩？殺母蛇啊！第一次殺人啊，就係嗰個挪亞方舟出現嘅大水災。咁佢認為咧，地球上所有人都冚唪唥邪惡噶啦。嗱，咩叫邪惡？佢冇定義啊，佢就話佢邪惡啊。於是咧，淨係得挪亞一家人係可以救嘅。所以咧就留低挪亞兩夫婦，加埋佢三個仔、三個新抱，咁就叫佢哋起咗只方舟嘅只大木船，跟住咧就
啲動物咧就兩隻兩隻咁啊走上嚟，咁有啲叫做乾淨嘅動物咧七隻啊，嗯，成船裝滿曬啦，跟住就封好個倉，嗰啲人喺個方舟入邊一捱就成年啦，啊，跟住就再開翻倉，於是咧，唉，啲邪惡冇曬啦咁樣，啊，呢個第一次。跟住有一次咧，就係咧，佢又話有個城入邊咧有邪惡人，於是咧將成個城啦冚唪唥毀滅曬佢。嗱，佢咁啊，去到出埃及記啦，個神咧就喺度同嗰啲埃及嗰啲地方啲巫師啊鬥法啊，咁啊鬥嚟鬥嚟鬥嚟鬥，咁啊鬥咗十二次啊，最終咧就話誒，終於咧搞掂咗啦，啊，因為咧佢啊將埃及人所有嘅第一個。第一生啊，第一個生出嚟嘅，殺咗佢，連埋動物都殺咗佢咁樣，哇！啲埃及人就驚曬啦。於是，哎，都係你哋呢班猶太人衰咁啊！哎，走走走走走，咪將呢啲以色列人趕走咗。我啱拗頭啦，發生天災未必關你班人事啫，放你班人走啊！咁啊，不過唔緊要，書係咁寫啊。呢個係法老王嘅決定，我中意放佢走。跟住咧，收尾翻嚟後悔啦，即係。我啲人死關你呢班人咩事啫？咪追翻佢咯嚇！個神就話：唔緊要啊，我哋就將個紅海啪聲劈開兩邊，跟住咧海底乾曬，犀利啦！百幾萬人，從一聲一夜之間就過曬紅海啦！一夜之間百幾萬人行路過紅海，犀利！行完之後，跟住啲埃及兵就追落嚟嚇，又將佢哋啲車轆整甩。你个地下下边有啲岩岩柴石块撬下撬下，你个车轆咪甩咯吓。啊，唔紧要，车轆整甩晒，跟住将个水海水咧冚翻埋，唰一声将所有埃及嘅军队冚唪唥杀死晒，又系杀人。呢个咁嘅神又系杀人啊！有呢个宗教，跟住就整咗个处女生仔啊，真噶，佢咁讲噶。處理生仔啊！呢個我真係唔明點可以處理生仔啊！係咪耶穌出嚟嗰時將佢阿媽個處女膜捅爆咧？我真係唔知，可能係啊，都未定啊！所以耶穌第一件事做嚇啊，出世第一件事就懟爆佢阿媽個處女膜啊，走咗出嚟係咪咧？啊，出咗嚟之後咧，於是就渾渾噩噩啊！佢細個時我哋唔知佢做乜㗎，跟住開始咧就到處傳道啦嚇。好揾啊嘛，把口噏咪可以揾錢咯。我哋喺中國傳統都好多人啊，攞個鑼打個鑼，咁啊於是係賣藥咯，一樣樣。不過佢係賣你死之後可以跟我嘅話咧，你死咗之後可以復活。哇！呢樣嘢好啊，嗱，冇人可以證明呢樣嘢有定冇噶，即係你妄法話呢個係假噶，因為。你都未死係咪？你死咗先知，你死咗又唔會話俾人知噶啦。所以呢樣嘢好啊，佢真係好巧啊。咁啊，於是搞咗個基督教出嚟，搞咗基督教出嚟之後咧，歐洲就進入咗千幾年嘅黑暗時期。黑暗時期，因為羅馬帝國冧咗之後咧，乜都冧埋。咁啊，雖然有基督教，但係。咁樣同如果係基督教使到歐洲文明咁好嘢嘅話，點解有千幾年嘅黑暗時期咧？冇可能有個事啊！如果基督教係咁好嘅話，一有教出嚟之後，哇！喺歐洲嗰邊全部人信基督教，所以哇瘋狂咁樣上升。啊，佢話冇一個知識體系。有咁深遠嘅影響，咁而家咧全世界嚟講咧，信基督教大約係三個 billion 三十億人到啦，中國十四億人啊，哥哥，中國人係信，有人信基督教嘅，有人信佛教，有人信回教，有，中國人咩嘢教都有人信，仲有，中國人有人信。猴王噶，喺香港，喺
九龍仔九九龍誒個城以前城寨附近嚇、啊、有一個猴王廟嘅，啊我哋有猴王噶，存唔存在？梗係存在啦 ，Sell 記話有啊嘛，一樣啫。你本聖經話有個神，一樣。我 Sell 記有個孫悟空，有人有廟噶，有人開廟拜佢噶。你唔好話佢唔犀利啊！少就少人信啲嚇，冇你個基督教咁多人。但我哋要明白點解基督教咁多人信呢？因為喺大約300年前度，你嗰啲所謂基督徒去到非洲就揾本聖經啊，換啲黑人做奴隸走咗去。去到其他地方就將啲本地冚唪唥鋸曬，俾本聖經佢就鋸毀咗佢哋，巴蘇到處都係。殖民，因為西方殖民先將佢嘅宗教傳到到處都係，呢個同佢宗教本身冇關係嘅，呢個宗教係唔可以信嘅宗教嚟嘅，呢個係一個邪教嚟噶，基督教係一個邪教。點解我咁講咧？因為基督教所崇拜個神係以殺人為佢嘅手段，乜嘢都係殺人。你哋唔信？可以第一跟我个读圣经，第二自己睇睇佢嘅旧约，由头开始睇起，唔好断章取义，用自己理解理解下佢。我正话举咗几个例子啦，举咗两个，一个就系大水灾，杀死晒所有嘅人，除咗8个；另一个话一个城入边有好多evil嘅人。整個城所有人把殺曬，一個不留。仲係仲一樣啊！喺嗰件事嗰陣時，有一家人見到天使嚟，於是請咗天使入屋啊。嗰啲其他街坊啊，就要佢咧將個天使交出嚟啊，喂啊嘛天使咁，所以大家想見下係咪？佢好嘢啊！佢話：我屋企有2女啊，我交俾你哋，你隨便點都得㗎啦啊！大家明即係叫點都得啦，係咪？即係同嗰兩個女瞓覺好咁樣都得㗎嚇。你冇教我啲天使，係咪好嘢咧？嗱，結果咧呢家人就冇事啦，咪走咗出去咯。佢個阿媽啊，即係個家人嘅個妻子啊，擰翻轉頭望一望後邊，變成咗一個 short pillar 嚇，一棟岩柱。咁於是啊，呢個人啊冇咗老婆啦，得2个女啦。咁點咧？2个女叻，唉，話咧呢2个女就話咧，我哋將老豆灌醉，然之後咧就今晚我同老豆瞓嚇，天晚輪到你灌醉老豆，你同老豆瞓嚇。咁啊，於是咧就2个都懷咗胎，呢個叫咩咧？大家知啦啊，女都唔使點出名。这个就是基督教。还讲多一点好吗？讲多一样，不要说那么多了，讲多一样。有一个叫做阿伯拉罕的人，这个阿伯拉罕人夜晚黑发梦，就说上帝说，喂，起来起来起来，阿伯拉罕起来起来，哦，在这里，天日你带个仔上山，我想你就杀了个仔，奉献给我。佢話：好啊，神，我得啦。咁啊，天朝果然將個仔行咗幾日路，去到佢要去嘅地方，跟住咧就上山。個仔啊叻啦，問佢：咦，你話去拜祭你啲雞鴨羊嗰啲失獻俾上帝嗰啲嘢咧？咁樣，唔使問啊，我上到去自然有噶啦。咁樣上到去綁住個仔，放上個柴上面。準備一刀插落去，哇！好在佢突然間醒，有個天使喺佢面前出現，喂，咪住，暫停咁樣啊，暫停咯。今日嚟講，呢個人係神經分裂。如果你屋企隔離鄰舍話你知，佢準備聽日攞個仔上天台。獻俾神，一刀剁開佢，
你应该怎么做？用今日的科学眼光，这个人是神经的。圣经认为这个人是对神忠心啊，敬畏神，好嘢嚟噶。咁样嘅宗教，如果我前面冇话俾即系基督教嘅话，肯定呢个系个邪教。呢个邪教可以救中国。我唔知点解观察者网。可以容喺一篇咁嘅文章喺度出現，呢個係純純粹粹嘅邪教嘅廣告，我覺冇理由覺得佢會可以印出嚟，竟然印出嚟，不過冇所謂啦，我同大家分析咗啦，大家自己諗下啦。